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话，佢会喺星期六重返古巴进行佢嘅癌症第二阶段治疗。查韦斯星期五对记者话，新阶段治疗将包括化疗。佢话已经写信俾委内瑞拉国会，正式要求批准佢前往古巴治疗。查韦斯并冇透露佢患边种癌症。佢冇几耐之前从古巴返回委内瑞拉，佢喺古巴接受手术。佢向委内瑞拉人民保证，打算继续执掌委内瑞拉政权。委内瑞拉系南美洲最大嘅产油国。据巴西官方通讯社曾经星期五报道，查韦斯可能会前往巴西圣保罗的叙利亚黎巴嫩医院接受治疗。